谢谢。我是钢管列车长，我是钢管列车长的110年，是2月5号。想看一下，再过去一点点就好。好。然后花莲港的五号码头平交道，2:06，5208780次哦。R168 加 R169 双排电脑，然后推拉式，1.3千行驶，2辆编组，皮蛋豆腐哈。好，等下他才离开。对，啊，如果你喜欢面给马掌，记得订我们的一碗面。那停靠到花莲港车站，花莲港车站，对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